让貂蝉躲避士兵的追击。哎呀呀，貂蝉怎么啦？这几个小兵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居然都敢追貂蝉呢。好美呀！哎，我说你不能看人家美就追人家吧，就不怕吕布来收拾你们？我不怕。我去，这群小兵头这么铁的吗？那既然吕布不管，只能让我出手了。貂蝉你放心，只要凭借我的操作，他们绝对追不上你。等一下，怎么陨石还跑出来了？过分了吧！我说貂蝉，你快点跑啊。What the fuck? 啊，那刚才是我慌了，没注意到这下面还有个按钮呢。看这个样子，这应该是摆姿势用的。哎，有了，等陨石出来的时候，咱们让貂蝉跑到中间，然后直接一个刹车，哎，这小兵就被砸飞了。貂蝉这不就顺利跑走了吗？成功过过过过过过。貂蝉，你怎么还被追呀？不到啊。啊，行，没关系啊，不就是跑吗？我看前面，这是雕像吗？这什么意思？难道让貂蝉伪装在雕像里面？我直接一个姿势摆出来。救命啊！啊，这也能被发现呀？菜逼，你别跟老子抢话！哎呀，辉哥，你这技术行不行啊？貂蝉一共跑了没几步，就被抓到两次了。说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要是再不好好操作，小心我小朋友的雕嘲讽。别，怎么会呢？来来来，小伙伴们，直接在评论区发送括号酷炫狗，辉哥这把操作拉满，带领你们过关。臭不要脸！来了来了，这次我发现了啊，咱们底下的操作按钮变成了三个，这就代表着咱们有三个姿势。哎，那第一个雕像不就是第一个按钮的姿势吗？好说，这回咱们只要到了这组雕像的中间，我这么一变，你可不见我，你可不见我啊！人呢？这样不就顺利过关了吗？然后，不是吧？这小兵怎么又来一波？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啊，行行行，又来雕像了，好像是第二个姿势，赶紧变。人呢？这群小兵眼神这么不好，还追个什么劲呢？好了好了，第三波小兵也来了，不慌，赶紧摆出第三个姿势。人呢？哎呀，不容易呀、啊，终于躲开了这群眼瞎的小兵。来，兄弟们，这么溜的辉哥，值得你们来一波点赞支持吧？只要这赞点得好，我祝大家放假早，抓紧吧，兄弟们！给我滚犊子！终于换场景了啊！哎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后面这是云吗？这是让我干嘛呢？难不成是摆姿势躲？来不及了啊，先走你。我说这不对吧？以前不是什么墙来了，这回怎么变成云来了？我说策划，这云肯定是在天上呀，你这个地上出现是不是又想折磨人？没错，他想得美，不就是摆姿势吗？我收得很呢，好吧，这第一朵云的姿势应该就是第一个，我变。哎，这不就躲过去了？就这还想难住我？有本事你再难一点。这个姿势不对吧？下面的按钮好像也没有，不慌，我直接选中间那个最瘦的，指定没毛病。搁这坑我呢？懂了，那这回我不动了，行了吧？咱就让云直接过去。哎，这不就成功了吗？第三朵云来了，很明显就是底下第二个姿势，貂蝉这么一摆，安全通过。就这，就我还没发力呢。来来来，让我看看第四朵云。嗨，这不就是第三个姿势吗？咱们还越来越简单了。我说策划，你要是没活，我可就要过关了啊！我去，这云中间留下的位置太小了吧？底下的姿势都不对。哎哎。啊，行，想在最后一朵云这坑我呢，可惜了，你已经让我发现了破绽，咱们重新走起。终于到最后一朵云了，看我表演啊，小伙伴们。咱们随便摆上一个姿势，然后让小兵抓住貂蝉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失败了？错，貂蝉一摔倒，这姿势不就正确了吗？云过去正好把小兵全打飞了，咱们美丽的貂蝉这不就安全逃走了，成功拿下。